主料：面团260克，猪肉500克，包心菜200克，辅料盐2勺，沙茶酱3勺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包心菜洗净切末，下盐抓匀，猪肉剁末，然后用沙茶酱腌制。面团分为均匀的小面团，把面团改成圆形，然后放上馅料，捏紧，上锅蒸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菜要用盐抓匀，是为了防止出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